海鲜上面留个好小子啊，好小子，好小子，有多远了？往前走一个巷子，要好小子啊！啊，就是我们在进一个巷子嘛，到巷子一个巷子，到了。吃过啊？吃过啊？生蚝啊，鱿啊，那些海鲜都有啊。好啊，我也不喜欢吃鱿的。中分的，要个中分的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中分啊，十块钱的。啊。都可以的，都可以。那边是我的吗？你再下一份。是有辣椒吗？有。要微辣、中辣。中辣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中份，这个是小份。我要个中份。你的要四分还是四点两点？这条街是吧？对对，那个三天两上我都吃了，两上也有吃的，但是那里卖啊，卖。